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奇货浪人啊。咁第91次每周和你倾啊。好啦，咁你先回顾翻上个星期嘅短片啦。咁其实上个星期讲过，即系重点就望实住个焦点咧，喺21800系咪？讲咗系啊。咁啊，企到之上咧，咁就会向上攻嘅会系啊。咁啊，上面攻打仓位就22000至22400嗰个仓位。咁结果上个星期一开咧，即系依一个位置啊，一开就已经企咗上去啦。咁啊，喺呢个期结前啦，就已经攻打咗上去22000至22400啊。咁最高上到上面咧就22423之后。就開始出現了個回吐出現嘅，誒所以之前講就話，即係22000至22400依個後倉底咧，即係果然會頂一頂嘅，會係啊。好，咁我哋先睇翻個好淡分水啦 ，OK， 係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啦，咁我哋先睇翻個好淡分水啦。今日好淡分水就分咗兩角嘅，係啊，上面咧22240至到22090嘅，係啊。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21990至到21840嘅。咁分別向上咧就目標啦，就22580至到22410，而再高一級呢度咧就係22980至到22700嘅，呢度比較重要。咁相反向下面啦，下面目標咧就係21660至到21500啦，而再低一級咧就係21360至到21120嘅，而再下多一級咧就21000啦至到20830嘅，與一呢個亦都係重要嘅位置嘅。好啦，咁我哋先睇翻個權倉啦 ，OK。系啦，咁啊权仓其实你今个星期啦，咁啊个中位咧就摆咗喺21600嘅，系啊，咁而向上面咧就系21000啦，向上咧就22200啦，23000啦，同埋23600嘅，而下面咧就21000啦，同埋20400，同埋20000点嘅，啊，咁今日嘅仓位上面就唔讲太多，咁留翻喺今晚嗰、那个每月赛前部署和你吹先讲，咁就系啦，好，咁我哋再睇埋个图表啦。好啦，咪睇翻个图表，呢个四小时图嘅，讲咗四小时图啦。咁其实暂时而家个四小时图咧，呢度啦，开始就由一个叫一顶比一顶低嘅形态出现咗，系啊。咁所以下个星期其实我哋要留意翻南区嘅位置啊，喺21640至到21550，亦都系近住翻呢个22423同埋下面嘅10009下面呢度系啦。呢度19063啦，系啊嘅黄金比率咧，系啊个黄金比率咧，23.6% 咧，咁又系喺呢个21630嘅。咁如果下个星期去失守嘅话咧，下面先简单啲啦，先睇翻个黄区啦，黄区一个裂口位置嚟嘅，咁就大概就系21337至到21192嘅。咁相反啦，如果个市啊下个星期咧可以企翻上去上面，即系企翻上去上面咧，去翻21760至到21870嘅話，守到呢個位置咧，向上就先望翻近住前頂呢個位置啦。前頂呢個位置挨近就係22000水平嘅，係啊。好，跟住之後納指啦。咁納指啦，咁其實上個星期都講過話，最好用翻咧嗰個12210至到12050咧嚟做一個好淡分水噶嘛，係咪？係啊，咁啊最理想梗係出現咗一個回吐，做多隻腳先上去，做多隻腳啦，跌翻落去11500水平啦。咁啊上個星期啦，真係好彩啦，咁啊講中咗，真係向下跌翻落去，去翻11500水平嘅。咁如果以圖表，即係用圖形嚟睇嘅話咧，暫時係而家係有機會係做咗。个咧咁样嘅头，有机会做紧一个头肩底嘅形态嘅，系啊，咁啊下个星期啦就要睇住翻啦，望翻住11800嘅水平啦，可唔可以企翻上去，即系近住蓝线呢两条蓝线位置啦，系啊，可唔可以企翻上去11800楼上？系啊，如果企得楼上咧，就先睇翻上个星期讲嘅好淡分水区咧，就12210至到12050先嘅，系啊，企埋追上再上面嘅木区咧，就系子区啦，子区一直讲咗好多次嘅，都系12860至到12600嘅。咁相反啦，如果万一一万一千八。
守唔翻嘅話咧，小心向下行啦。咁啊，先望翻上個星期底底部先啦，即係11351啦。如果依啲位置都穿嘅話，就睇翻再前底啦。前底就係11068啦，即係11000水平啦。咁緊記翻啦，咁啊11500至到11000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區域嚟嘅。咁之前講咗好多次嘅啦，咁就啊，咁所以自己留意住啦，咁就。好啦，最后睇埋个美女啦，即系道指啊，呢张道指嘅现货嚟嘅。好啦，咁其实上个星期都讲过话，喂，美女睇可唔可以承接翻前一个星期嗰个上升啦？咁样向上个目标咧，就先睇翻32000至到31800嘅，系啊。跟住之后咧，如果回吐咧，就睇先睇翻嗰个下降通道嘅中线啦。咁啊，结果上个星期啦，就啱啱好啦，咁啊，即系到咗嗰、那个曾经到过呢个区域啦，即系最高去到3100031885嘅，系啊，咁啊之后出现回吐咧，啊又咁好彩又守得翻住个中条中线嘅，系啊，守得翻条中线，系啊，咁其实暂时即系睇翻就系话道指同埋纳指都一样啦，即系其实暂时图形上面咧都系有机会都系做紧一个类似有机会做紧一个头肩底嘅，有机会做紧嘅，系啊，咁所以就系其实暂时就。我覺得暫時唔好諗太多住先啊，係啊，咁即係淨係望翻一樣嘢就係睇翻實依一個上面嘅水平先呢度，32000至到31800可唔可以上得翻先？係啊，依個好緊要嘅，係啊，咁啊上得翻咧，再高一級上面咧就係32350至到32500嘅，係啊，咁但係你要留意翻就係道指暫時啊，道指暫時而家咧都仲係咧。都係一頂比一頂低嘅情況出現，係啊，咁所以喺大方向暫時都所以仲係即係未有轉向咯，仲係淡勢之中啦，係啊，咁啊睇嚟緊會唔會有機會破壞下一啲嘅，即係有上升時候睇下有冇機會破壞翻嗰個上一頂比一頂低嗰個情況出現啦，係啊，好咁啊嚟緊每週和你傾嘅片咧可能會有啲變動咁，但係具體點樣變咧我暫時都未知住，咁啊希望到時你都會一樣咁支持我啦，好咁今日分析就係咁多啦，喜歡呢條片嘅咁記得啦 ，CLS 啦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啦，啊最重要就係訂閱我期貨浪人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咁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噶啦，咁如果有咩問題咧就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啦 ，OK， 咁我哋再見，係咁，拜拜。